苗栗站上班向的太和村，要从面积差不多四公顷安发的笔筒，头摆是赶快上班向的太和村、太平村，然后错桥向金水村，创造的赶快笔筒。不过在今年农村的人口老化、无管理之后，大家会看到笔筒的水面上粘错，不但想学习赶快功能，根本看见唔得。这个地方居民都希望笔筒做了恢复头摆的用额。甚至从佮大厝变做地方诶，干干毕竟。也未看起来上能水草、顺风草诶，当时嘅萎缩，其实系一只太笔筒。当国嘅国家口，就系大家当地嘅台山县，为到爱来整理，也做起断水淹田嘅笔筒。以下是十位地主有同样嘅想法，想喺政府来听书，本笔筒恢复年代嘅景观同断水嘅功能。哎呀，咪透过公部门，同一道，一道。那人讲诶，当地诶，那条萝卜乡啊，居民他个穷啊，遇到啊，笔筒重新来调整，啊，下面恢复到人类环境。现场看过嘅结果，规则嘅工厂，哈，考虑水利、农业比较多单位嘅看法，合肥非美县同意透过合装生态环境养草计划，整理太河村嘅贡笔塘。合肥非因为贡笔塘恢复以后，还有嘅灌溉水准同水利运作，未有强化规划，展开完整嘅计划。呢个计划长期来讲，系咧配合吼，强农返乡，吼，一个新农返乡，吼。使得还有诶，了个灌溉嘅农田吼，到时讲能够全部来恢复，吼，了个工作嘅时节，啊，长期来讲，那种客家文化当中嘅水郊文化，落了个笔筒嘅文化，结合起来，了张系一张完整嘅文化工厂。恢复期除了讲总起来啊，恢复期原来灌溉功能嘅吧，那还有一部分就讲。伊做咧做起来，用长长的吼，对安尼后代来讲，嘿，嘛系一只风景呐。计划委先由三万乡公所提报改善计划书，合肥非经过专案审查，系同其他单位无关系。合肥非作为天数县政府同乡公所办理，三万乡公所讲，系到亚比嘅老人家讲，亚比同有几百年嘅历史，地方人主望经过整理，唔会影响年代嘅样嘅，咪做得同浪漫台三线，改为浪漫嘅景点。客家新闻总资讯，苗栗报道。